斗嘴咱就没输过。你一个名门世家的公子哥，对我一个大男人上下其手，就不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听吗？仙门百家论脸皮厚，我是第二，绝对没有人敢争第一。你也别指望别人对你摇尾乞怜。恕我问一句，谁？你真的应该庆幸，你从小不是在云梦江市学的。为什么？不然你早就被我气死了。传言姑苏兰是最重，如此看来，传言不过是传言罢了。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姑苏兰是？你竟然敢在岐山背诵兰氏家规，你是活腻了啊？是吗？哎呀呀，我这脑子，我背差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再给你背一次，你听好了。闭嘴！我错了。那个金宗主，咱们别说话，好好动手，咱们就只动手行吗？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一个孩子都护不好。我呸！我请问你的贵庚？今年20应该有了吧？自己出门偷鸡摸狗，怪他呗，怪我啊？